大家好，今天天气不错啊，天也比较暖和，我们又来到了熟悉的地方。前几天有一篇视频啊，有一小伙伴钓到了一条野生大鲤鱼，争议性比较大啊，两个点，一个说是在池塘里面钓，其实这是我们这边的一条加鲁河，在这边经常钓鱼的人也都知道。第二个点呢，就是说是那条鱼啊是雷哥买的，其实雷哥出门装多少钱，大家心里也都清楚，咱们这边就不多讨论了啊。所以啊，雷哥今天要证明一下自己，能不能钓水鸭鱼？雷哥别水鸭鱼，给自己留了退路吧。好，我今天会用一下午的时间证明我到底是青铜还是王者。雷哥到底行不行？我行。行。行不行啊，猴子？行不行？我知道哎。别找了，雷哥，走吧，找哪来？我找了你这上面带了有鱼吗？华为前两天钓鱼时候穿的袄，这几个又换成短袖了啊。温度相差特别大。这边有大鱼是不是？有。钓住吗？碰到一个跑了。中。雷哥，这边有大鱼啊，雷哥。小二了。你看。挂住了。明年的一挂。不是那个，是不是有大鱼的地方都有挂？那这咱学不了。我这意思，你多照着我，我一会儿要钓着大鱼了，我好发表获奖感言。你看人家钓鱼啥都弄得，你都往底下一个嘛。这现在是青铜，钓着鱼了以后，我都是王者，我都该有班长了。一个过程，循环渐进。现在的话，主要是看这个前面的这个杆梢，两杆梢如果在动，就 有可能是大鱼。好，雷哥今天下午钓鱼，已经换了一个新地方了啊。雷哥，你给大家说，一会儿换个地方呗。他都挂了三四道钩子了，我也怕挂里头。不是雷哥，你往那一躺些小混呢？咱这钓鱼的原则就是，能坐着绝不站着，能躺着绝不坐着。不是鱼嘞，这样说嘞。华为人家经常钓鱼，俺们上鱼人家都不放网，你放网上嘞？说心里话，不是我钓不上来鱼。主要是这俩队友太不给力，一个玩王者荣耀，一个拿着超王跟他吓人胡闹的。这个你收摊了？先收一个杆儿。咱刚来的时候可是信心满满的，这会儿咋弄了？华为，你还钓不钓？我一直都没有钓。你是一直没钓着，我看今儿鱼腹都没下。雷哥那边准备收了，你收不收？我晚会儿，我要玩了这盘游戏了。好吧。华为是来河边玩游戏的。我相信啊，钓鱼人都有过这种经历，就是生气的想要把自己鱼竿给砸掉，但是大家一定要淡定，对吧？咱可以从头再来嘛。那今天没用了，回家嘞。好，希望我们的视频可以点击关注啊，谢谢大家。